就是前两次就已经不是朋友了。哎，完蛋了！要看狼儿还有没有在狼儿。对，我们现在还、我们现在还缺谁？狼儿。狼儿吗？森森是进来不讲话。嗨。突然冒出来了。有声音吗？哎、有。耶、yeah.。就多声。哦，很大声吗、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你可能解锁听听。不会啊，这个都可以调整。对你刚才那个，你刚才那个嗨。我看狼儿不见喽，狼儿不见喽，那我要先开台吗？我不管了，我要先开了，对不对？对。因为我现在，很怕，因为我现在很怕哈。哎，真的好，因为我要再重讲一次，我的电脑最近有一点问题。如果你们待会看到我完全不动、消失或不讲话，那是表示我电脑宕掉，我正在重开，你们可能要等我一下。好的，没问题。不过如果房主断线会怎么样子吗？哇、啊，应该会变深深变房主往下轮吧。哦，二号发言说话，有连接我都连得进去啊。OK。啊，你连接不要亮出来哦。啊，这个沉默是怎么回事？没有吧？我看上面的网址是没有啊，连接没有亮出来。真的耶，它上面没有哦，所以它这个还好。对，网址不会。哦、我刚才这是心脏漏了三拍，让我说量了一下，原来那个突然量了一下这样。对，我在检查那个，我在检查那个网址到底有没有问题。OK， 吓到。哦，真的是吓到我，全身都在冒冷汗。你不要再唱那个玩具啊！有吗？有哼对吗？有，对。我们等一下要玩什么模式？他增加了三个，依照我们离他上一次，他增加了三个模式，其中一个是补充模式，然后另外一个是背景模式。那另外一个模式我没办法玩，它叫做单人模式，麻烦你们自己私下玩。单人模式是什么？现在蛮有趣的单人模式。他没有限任何时间，他给你五张图，然后你就是画 GIF 得到，他是就等于是网络上的GIF 特堂给你慢慢画这样子。哦、oh, okay. 抱歉，我接一下电话。当你无聊到不知道干嘛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跟自己玩。然后它的补充模式我是觉得这次还蛮有趣的。哎、我要底图啊。我在广告人传。这到底是什么玩具啊，一直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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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啊。我以为是鸟哎、欸。塑胶那种的，我在抖抖的。对，你知道刚刚讲鸟的时候，我还想说，哎、欸，对，是鸟吗？可是好像不是鸟。你的离我好远的声音哦。那假，你可能要调一下。DC， 你按头像按右键也可以。哎、欸，可以吗？可以，它可以拉丝绒的声音，你可以去调一下。哦，你们都是最大声的。喂，那我如果大吼的话，你耳朵会爆掉啊！不过你们现在感觉好像离我们好像在不同的空间。会不会是你整个 DC 都要去调那个齿轮啊？真的、哦，因为我听还蛮正常的。好，还是你的右下角 DC 本身整个被拉小了？有人说单人闯关是边缘人模式、欸、就是可以跟自己玩是不是？他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啊。找不到朋友的时候可以玩那个。对。哦，好适合哦。某方面来说你也可以当测试他的笔啦，还有就是哦，就是测试他一些功能这样子。对。哦。或者是你突然很想画一个 GIF 特，然后你又很懒得开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可以网络上帮你解决五张图。哦、那也是蛮好的。他只有五格，他只有五格哦。他好像只有五格吧？对，他你看你有办法移到右下角，他说明说利用五张图连续自己读乐乐。我是不知道他如何中乐乐啦，但是你可以读乐乐啦。你可以跟你的人格们中乐乐，跟你的其他人格们中乐乐。对，我觉得
然而现在整个不见的情况下，我们干脆自己先来一局好了。OK 啊，那他赖也没有回，赖也没回吗？他下午的时候说他在唐吉诃德人挤人，然后现在不见了。说不定，说不定还没有出来啊，说不定还在唐吉诃德里面这样子。都东体吧，这是下午三四点的事情哎、欸，好像、欸、唐吉诃德现在是很可怕哎、欸，很可怕，我完全不敢周末去呢。而且他那里对我的价值只剩下鲑鱼生鱼片了。其他就还好。上次凯奇才跟我讲说去他去那边帮他买那个草莓这样子，那边都有卖草莓、对啊，日本草莓那个太贵了，我买不起。听说那边是不是很多东西台湾其实都已经有在卖？哦，毕竟就是他就是等于是台湾有很多日本进口的东西嘛，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去比价的话，各散各处确实你可以找到比较便宜的，但如果你懒的话，它等于是一个懒人包在那边，但它稍微偏贵、对啊，就因为毕竟就你中去跑进口这个东西本身不难，那它只是集中在那边而已，日货的集散地的感觉。对对对，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当去那边逛，你可以刚当看图鉴，然后就哎这个好像不错，我上网去找一下。所以那边对我来说唯一剩下的价值就是它的鲑鱼生鱼片，如果没有切的那个条状，算蛮便宜的，但是要遇得到，有时候我没有遇到。好了，那反正狼人不知道跑哪去，我们就先开始。他这一次新增了两个模式，扣除单人模式新增了两个模式，一个叫补充模式，一个是背景模式。补充模式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我们等于是第一个人先画一个非常简略的图，那个时间短到你真的几乎将近只能画个圆圈三角形的程度。之后下一个后面几家的人时间会很长，你可以慢慢把那个圆圈三角形补成一个很精细的图案。那我们每一个下一家拿到的都是会是那个圆圈三角形，就不会你轮到你的上上一家或上上上一家就全部都是重新作画那个圆圈三角形，就很像他现在示意图上面只画了一个这到底是什么一条线，他把它接成一个苹果，每个人之后都会拿到那条线这样子、了解。背景模式我稍微就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玩它了。它背景模式第一个人的时间超级无敌长，然后它是那个场景你可以画的非常精细，但后面的人就是在这个场景想办法做一些动作去画它。然后我觉得这个当时玩起来稍微有一点有点难配合，因为等于是第二个人要去创意在这张图上面。我上一次画的范例是我画了一个柯南在背景，因为我不知道到底画什么、然后就因为毕竟他是一个人物，他没有办法擦掉背景，所以变成就是大家的涂色变成闪光效果的感觉，就有点怪。可能我们待会要稍微实验一下背景模式到底要怎么玩，就拍个等画个名场景之类的吧。对啊，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画一个像是名人正在用螺旋丸、那其他人就是画螺旋丸的部分，那等于是你不用再重画那个名人、那个名人就是背景了。所以这个背景要想一下，就是你要让人下一家开始去动其他小地方的地方，因为它和我们以往不同的是，我们不用再描上一张的人去动，它等于是有一个大背景是完全不会动的，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就嘿，没关系，我们待会开始，先补充比较简单，我们先补充模式好了。OK， 那我们有主题吗？你应该没办法画主题，因为它时间超级无敌爆干短。有一个主题啦，请不要画新三色的东西，害我们被编台。不会啊。然后我跟你讲，这个补充模式，你如果第一张图你要画稍微有点遐想可以，但是不要太遐想到就一看就是一根或者是一个一对什么东西的程度就可以了。就是哎，好像就有一点点到，但是没有到可以，但是不要直接那个什么缝啊那个点都出来就可以了。越讲越怕有没有？啊，你们都 OK 吗 ？OK。我已经没收我家狗狗的玩具了，它太吵了。蛋白金 OK 吗？等一下，我讲一下话吗？哎，对，我还没想到画什么，但我不管你们。完了，干嘛、板子很冰哎、哎呦，要画什么？我要画什么？基本线条。他时间好多、我以为他时间超短的。基本线条，我画了一个超无所谓的线条，我要看你们怎么接。线条就好了吗？我不知道啊，看你啊，你觉得你下一家想要怎么接？我画了一个超难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接。这感觉超像小朋友作画了。我画一个牌子给你们接，
哇塞！哦，这是什么？天哪！这是什么？哎、欸，等下，我不想要完成了。你可以再按啊。你看那个，它是在画在上，它是在画在上面吗？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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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你没办法，你不会擦掉它的图。那我会错意了、欸，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反正就我们是好玩嘛，是加继续加币吗？你可以把你看右上角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就把它加到就你把它完成那张图。每个人都有那个吗？都会画到。你现在拿到的东西是你之后别人都会应该说你刚刚画的东西每个人都会拿到那一张图。对。反正你待会我相信你们到第二轮你们就看得懂了。什么东西？这一圈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拿到我那个，我刚刚就是故意画一大堆无所谓的东西，我想说你看你们怎么画。我刚刚以为是要叠在上面。欸、不是耶、欸、我画完了、欸、好简单哦、喔、好好哦、喔、为什么你那么快、yeah, 我不知道、啊、有人对我很好，我抽到了一个很难的，我抽到一个好简单的，一个油漆桶可以解决的。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一个，为什么会有一个三角形在那边？这是什么？想说可以发挥创意。怎么这么尖？这要干嘛？完全是造成下一家困扰、啊。哦哟，这是什么？哎、欸，这个东西可以擦掉吗？不行，对不对？你只能擦你自己的。啊，那这个当吊灯好了。完全造成下一家。哇，工程来不及啊！这到底什么啊？我没有，它就只是一堆线而已。好、哦，所以你们待会可以看到，待会你又会拿到其他人一开始的图。你这是什么鱿鱼游戏呀、啊？你的画的、哦，那怎么办啊？什么画、啊？哦，我知道了。什么啊？是要干嘛、啊？啊？谁是三角形的？啊？我想不起三角形的东西有什么，观众快救我！哎、欸，这是好考那个创意度、哦，好好玩哦！脑中突然有一点转不过来，方形的东西还有什么啊？铅笔盒，这好难画哦！我问我就好想回答。我可以写字吗？看你咯。好诶、欸、我画完了。好。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不知道干嘛。这好难发挥哦。我要跟拿到我的人说对不起，因为我搞错了那个人，好像就是你耶，哦是我啊，不是，这绝对不是喵他会画的，哦好吧，我也有画到那个，好好奇哦，拿到了，这什么东西啦之类的吧，刚是拿到，我现在是拿到鱿鱼游戏了，我是拿一个骨架啦。
对，我的骨架是我的，因为我想说是要叠在上面、啊、我以为是这样、哦、我拿到一个骨架哎、欸，怎么会有鱿鱼游戏啊，那干嘛、啊、怎么办，这游戏要干嘛，Let me think, think. 什么动物是方形的？有动物是方形的吗？我刚刚也是在跟我的聊天室求救，结果别人是我不知道。我要救命啊！这是什么东西？大家都超安静超认真的角度的耳朵在哪里、哦、好烂哦，我没有创意哦，抱歉，对不对，没关系，我们第一轮就实验看看吧，想到要干嘛，实验你待会就知道要干嘛，我知道我要干嘛，可是太难，刚很没创意，我很抱歉，我很抱歉，难的话好快哦，乱画。好、啊，那我开始喽，要改的趁现在哦、啊。没有，没时间改了，只剩四分之一机会了，不机会时间了。加他的肌肉。然后、啊、我害怕，我下一张会拿到什么？游戏吧，我已经拿到了，我已经拿到了。多少人画鱿鱼游戏？哎，我画鱿鱼游戏了。这个人好壮哦，怎么会这样子？你也拿到了。啊、哦，我拿到一个好发挥的。我猜是表情。对。你这样子，我真的，你只要倒一个油漆桶就可以解决了。我画好了，你该不会也掉豆油漆桶吧？忘记这张原图长什么样子，很多浪漫的元素，但是我想不到我的线，浪漫的元素，浪漫，对啊，你放一点粉红泡泡啊，好哎、欸。不是，我们家的狼儿跑哪去了？还没从唐唐吉诃德回来啊！我来看一下 FB 他还在不在？狼儿。这最后一张了，最后一张了吗？
那因为人少，感觉时间上就好快哦。哦，狼儿，之前我们都大概找八个人。狼儿哦，开始。啊、干你哦！就是你，就是你、啊，这到底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只想看。哇塞，你把画板好猛哦！哎、欸，好厉害、啊！好厉害哦！太强了吧！太猛了！完了，看看我们在画什么。很猛啊！哎、欸，真的很猛哎、欸！哎、欸，很猛哎、欸！大家都好厉害哦！太猛了，纯一啊！哇，我好对不起大家哦，我都好烂哦，对不起大家哦，我好……我觉得你们画超棒哎、欸！我根本你知道我在画这个几何图的时候，我根本不期望你们画出什么东西、欸。游戏来了，游游戏来了！看我好没创意哦，我的天哪、啊！哦，就真的是游游戏耶！游游好切题哦。哎、欸，好可爱啊！好可爱、啊！我本来想全部都宝可梦系列，结果想不到三角形跟正方形可以干嘛。那你想，你表达的也超可爱的。好可爱！哇！好猛哦，好猛哦！哎、欸，罗斯，你很会玩这个哎、欸。你好会玩这游戏哦！你是不是自己偷偷先练习？我没有。发疯！神呢、欸？神！原来是这个。看我画的好烂哦！小经理哦，原来哦，你那就你说的那个牌子哦。对啊。哎、欸，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想的是同一个方向的东西。哎、欸，真的吗？哎、欸哦，好猛哦，这好猛哦！章鱼烧，可爱哦。那我大概不要跟我玩了啦，欸、真的不能，真的不能画的太具体啦。对啊，就是要画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对对对对，大概如此。哎，油漆桶大师。耶、yeah. 啊！真的是好强，好厉害哦！哈哈哈！竟然哎，竟然符合时事哎！你怎么？你从原本的图在哪里？为什么？你为什么？这原图到底在哪？原本图鼻子鼻环那边啊！太猛了吧！反差了吧？哦、我好烂哦！我不敢看，我好丑哦！没事没事，我就是你哦，就是你哦，这人那么无趣啊！这人出的题目怎么那么无趣啊？为什么他的手变成猫？好可爱啊！好屌，好屌，好屌，好屌！为什么变正面了？那是这个吗？这是背面啊，这是背面，背面啊，这是背面啊！哪里看到正面了？笑啦！找回来，好好笑。我大概知道能干嘛、啊。浪漫粉色、欸。我们可以再玩一次，现在就已经知道干嘛。我知道在干嘛。那那个狼儿、欸、狼儿来了吗？越画几何图，我可以越期待结尾。哎，太棒了！哇，这刚才真的是脑袋疯狂大旋转、欸啊，那么快哦、啊？那、啊、这么快吗？啊？什么这么快？没有了，开始了。嗯嗯嗯，我想一下要画什么。我要画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的东西给你们发挥，画一堆狗猫给你们。什么？这是什么？我收到狗猫了！哇，这太好发挥了吧！啊，我没有想法哎、欸，狗猫我没想法哎、欸。我给我在画的时候，我也没得了想法。而且这个元素好多、哦，怎么会这样子？啊，这要怎么办？脑袋宕机中。难道就只能画那个吗？而且刚刚讲 Gilmore 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其实都是 Grandma 东西。Grandma Grandma 阿达亚的阿达亚的 Grandma 什么啦？你讲什么东西吗？啊，你不知道吗？你知道这游戏这么久，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东西。就算我现在已经会日文，就龟毛啊！
他不是日文游戏。阿拉优斗倒是有听过，他不是日文啊，不知道是没有阿拉优斗是。我不管阿拉优斗，啊？没有，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他就不是日文嘛？啊，他不是韩国游戏哦，他是日文吧？一阵寂静。就只有因为那个阿拉优斗，我后来有听过，它是比较偏向一个在日文上，它会是一个撞声词，就是他们很用力某种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这个声音。我看阿拉优斗这样。那个普罗米亚里面就有一句台词有这个。咦？什么？圆是什么东西啊？啊，这个三角形又是什么东西？这是干嘛啊？结束了，都画完。忘记按完成。喂，嗯，他怎么忘记存档？啊，没有啦，忘记按完成。白现在不是阿拉要躲什么，就是那个钓鱼钓鱼游戏啊，已经不知道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不会出现一个很像会编台的东西？就是你，就是你。的天！决定这看到的东西，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我就要直接画这个。你确定不要？哈？不要？会编？你们是画了什么会编台的东西？我拿到的题目是啊。对不对？那个谁，罗斯还是什么？我怎么是？我怎么指引我？我觉得这样子好像瞬间出了很多会被编台的东西。什么？我到底要画啥？蛋了，卡住。你蛋了？不是我脑袋蛋了。脑袋啊，脑袋就算了，不理你。哈哈我想要画出那个东西的感觉，但是它好像不是那个东西的感觉。哦，好考古家、哦，救命、哦！这是要怎么画啦？好透视哦！哦，有了有了有了！Oh my god！ 玩其他模式的时候都不会这么认真欸，这个就是有很认真脑袋在想的感觉。很抱歉。就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我回有一个感觉是繁星吗？我、真的有 Q 摸哎，我摸 Q 摸哎 ，Q 摸应该是我编排的，有的会编排，被编的我抽到了哦，我目前是还没碰到会被编的。是我一开始遇到的那个，我已经把它变成。不是会被 ban 的，那应该你还没遇到。有啊。嗯。哦，抱歉。一定要
在画什么？我到底在画什么？好多、哦，上个颜色好了。对，时间好多。那好像小学生在画图、哦，救命！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就有一种在想，我到底在画什么？我真的好像小学生的图啊！我说啊，回忆你的童年。到底都在画些什么？我不知道画什么。小朋友画图，救命啊！这也太难了。哦。我要怎么发挥这一张呢？你画完觉得很好笑，画完了，我画完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字太重。多久蟑螂才蟑螂才进了？蟑螂才进，蟑螂才进，蟑螂才进。好笑、哦！我握笔好用力，有时候好酸哦。哎，竟然！我到底画什么东西？救命！救命啊！救命！好丑！好丑！好丑！还是哪一个会被变态？啊，你没画到哦？你没画到吗？你没画到旁边有山的那个吗？有山，转个 U 吗？U 吗？一个溪，一个山啊！哦，好猛、哦，好猛啊！U 吗？你好扯哦！哎、欸，你们真的很扯的、欸。三只，好可爱哦！左右，你又回来了。鬼缸哎、欸！鬼缸哎！我想不到啊！哇、哦！哎、wow 欸，你还可以扯到那个好猛啊！那这样怎么去了？乌苏拉，乌苏拉，乌苏拉，突然讲酷伊拉。哎，哦哦哦！原来原来是你呀、啊！哦，好可爱哦！雷哥，动物方向走，只有我往那个方向走啊！哎，都是动物，只有我往那个方向走啊！不好意思，好恶啊，臭直男，臭直男，他嘴巴看起来像吃了很多槟榔，反正有个槟榔嘴呢，他怎么有个槟榔嘴？被搭讪感觉很害怕啊！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到底要怎么办？那我求。完全不像。哦哦，你画太好了吧？我那个眼睛透视，你知道？哇！双重装置。强哦！哇！大家都好猛哦，怎么可以画成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玩呢。也太有创意了吧！真的哎，每个人看一张图的想法都不一样哎。为什么我感觉我是来乱的？还好吧，没有吧？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啊。那我是来乱的吧？我是来乱的，我是来乱的。哎呀，为什么我大便？我都已经放弃了，我都完全放弃。哎，那个，哎，怎么又说又像那个小朋友图一样？对，四元裂缝，从四元裂缝钻出来的章章鱼精灵，可爱哦，好可爱。裂缝，是这个啊 ？D 三呢？哎，我这张画超好笑。D 三呢？哎，好可爱哦，好萌啊！什么啦？为什么？为什么他右边耳朵是三？哇塞！哇，好美哦！这张好认真哦！对啊，这张好好笑！哇，这张是笑死！哇，这也太棒了吧！好玩的。挑战那个好了，背景模式，背景模式，它就是你第一张画时间很多，你可以画细，之后别人就是在你这个背景上去作画，但是别人擦不掉你的线稿，所以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下一家可能会直接在你图上作画在哪里这样。嗯，就是时间会很多吗？你是说第一家的时间会很多，后面的时间不算多，但也不至于到太少。哦，你是说你那时候画柯南让人家接那个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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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你有看接那一篇？我没有看，来不及看啊。反正我们玩一次应该就可以懂了。但是这个讲实在，你知道我现在还没按下确认，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想到我要画什么。我也想不到画什么，救命！我想一下，我稍微想一下。我想想，那我想想，反正那张图会在人家的画面上，别人擦不掉你第一张画的图。嗯。然后你要可能要做一个东西，我现在目前想到一个想法，就是情境这样子吗？就是如果以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画一个风那个沙滩啊，别人就是可能在沙滩上上面做一些东西去动画，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好笑一点的话，感觉要思考一点东西。对啊，嗯，我目前想到有一个就是可以像是类似互动的事，你们可能想一个放招式的动作。他就没办法去动你那个原本招式，然后就变到你只是动那个，比如说那个名人手上的那个、哦、让别人去补充原那个招式，这样。对对对对对。嗯，那跟刚刚模式差在哪里？刚刚的模式我们是第一家的时间超级少，这个是第一家的时间超级多。然后就是大家也都会轮流画到第那个每个人的图。这个不一样，我刚破音吧。对，它这个不一样是，它这个是动态图了，它就是等于是电影吗？下一家，你会看到上一家跟上上一家的图，嗯，然后它会动起来，变成 GIF 这样子。对，它会用成 GIF， 而且会画两次。哦，所以我们这次是一二三，画两次，一个，对，所以我们会十张。哦，跟电影很像就对了。对，是跟电影很，所以自己会画到。电影模式怎么不见了？太累了吧，被拔掉了。对，你看电影模式不见了耶，它确实有点像电影模式，但是它跟电影模式不同的在别人动不到第一张的背景，那背景是不能动的。嗯，所以比如说第二家也要准备，你想好讲什么？你知道 我玩完虽然知道他是怎么玩，但是我现在不懂的点就是我要怎么去玩到他精髓，对对对，玩到他的精髓感，就是知道怎么他是怎么玩、哦、但是要怎么玩出他的精髓，这真的要想一下这样啊。你们思考好了吗？台北
就让我想到十点吗？填空的感觉吗？填空题，类似，也不是耶，因为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 第二抽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照上一家的去动就好了。好、啊，我家的猫用我。不是，然而直接失踪四十分钟，哎，这是正常的吗？我好担心他出事。爽约，爽约就算了，怕是人安不安全，你知道吗？嗯，吃肉啦，睡觉啦，加班啦，完全没有想法。我现在脑袋里面就只有一个佛利扎，所以你要画一只佛利扎，佛利扎，然后他手指指的荧幕这样。那很好发挥哦。他讨厌在就是他不能去动原本的画图，所以那个佛利扎会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表情，一直都在。是哦，对对对，是是。对对对，你第一个人画的图，别人完全动不到他，所以就是变第一个人要去想你这个头一直在那边的话，还是我们干脆画一个空白的脸，让别人去动那个表情。好啊，看你啊，看我们第一个先怎么发挥哈。你们都 OK 了吧？我要按开始了吧？结果这里什么没人理我。我想好了，那我就按开始喽。试试看就知道了。试试看吧。开始背景模式。哦呦，哦呦，时间怎么那么长？救命！所以就是你加油。啊？第一笔我不知道怎么动笔。欸，真的哎。因为你要想到别人动不到你这一些线，最快的方式就是画一个人物吧。就是讨厌在那个人物到时候是整个表情是不会动的，然后他也不能动你的手啊、支架什么，他只能动你周围的特效，所以你要想下一家会怎么去动你周围的特效。啊，所以我们刚刚决定是画脸吗？还是画什么？没有，随便随便，其实因为我想要试试看，搞不好哎，大家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走。好，还是我就不画脸，给你们自己发挥。就是你要看你留的空白是给什么，给留给大家怎么样的空白去发挥，因为这个我真的也是在有点实验性质，它到底有没有办法玩出它的精髓啊？哦哦哦。啊，请问这个人要怎么画？这个要问你的手。我的手不听我使唤。天气太冷了。好冷哦，真的好冷哦。危机整个把我窗户关起来，我待会一定会一氧化碳中毒。还是等下你不见，我们先帮你叫救护车这样。不是，我不见可能是电脑出问题。宕机了。都好困难。困难啊。我现在是完全看着我墙壁上的东西在画。时间其实严格来说也不会算太多呢。对啊，已经快一半了。真的耶。好像真的要玩过一两轮才知道怎么玩。对的，我是玩过一次都还搞不太懂。对，知道它的样子是这样了，但是就是要怎么弄得有趣一点，会比较不知道。完了，我的图好无趣哦。期待你的下一家会帮你自己有趣一点。啊，还有一半没画完啊，就比哦。啊，我希望我的下一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我的手好抖。啊，我也好无趣哦。
我在想说下一个会不会换螺丝。他只希望螺丝可以救我图这样。结果螺丝说我的好有趣哦。我的很不有趣啊。想了，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就这样想了？你怎么现在才想？这已经画完很久了。我不知道，真的没概念啊，因为刚睡醒。啊？怎么睡到现在？我没办法睡到现在。因为我晚睡呀、啊。啊，不是我的问题，佳佳加油。好。啊，天哪！有，我画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比较大家好发挥的东西。我的也是，我的也是，期待。线太抖到，我希望你们看得出它是什么。天哪，这什么？干，这太强了吧！要干嘛、啊？要干嘛？看不懂。哦，时间好像真的好快的呢。哦，好快！不是，我要画什么东西？我要画什么？哦，我哦没有，第二轮我大概知道怎么玩了。抱歉，画到我的，抱歉。啊，让他失火了，怎么办？怎么办？直接掉下一个陨石好了。我的妈！你知道，我觉得这最难的其实是第二张，因为第二张你就要开始想我要怎么去动这张图。接下来下一遍的人全部都是去跟着上面去动就好了，因为它是 gift 的。嗯嗯嗯。完了，抱歉了。所以这一张现在是最难的。我很对不起这张原作的，但是我决定要掉下陨石。天哪，这个招数是什么东西？给他长头发吗？我可以让佛利扎长头发。那就是佛利扎，还是佛利扎？一个马桶头，马桶啊，垃圾桶啊，马桶，抱歉。为什么我画到是一样故事的？哦，那你应该是画到我的，我念佛利扎哦、嗯，没有，不是，另外一个角色，是另外一个。狐狸熊，熊狐狸，狐狸熊，你画狐狸贝尔，你好开心哦！狐狸熊个屁！好开心哦！超好笑！啊天哪、啊！我的天哪、啊！哦，是你哦！嗨。你现在看到半透明的，就是我们上一家，然后现在，所以我们现在它等于是一个动图了哦。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它这个很难吧？哦，懂了。颜色哎、欸，是不是？左边的颜色是新增的吗？还是半透明的是？上一家用的颜色，上一家用的、哦，所以你就不用再重新抓，这也是不错更新。然后你看它现在右下角，它可以盖掉图层，在倒数第二行。右边那一行倒数第二个哦，材料，所以我要继续第二家延续的吗？你现在的半透明就等于是玩我们 GIF 的，你就要延续它的下一个动作，它最后会变动图。好好好 ，Thank you。
对，第二家定生死那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对，第二家其实严格来说是最难的，因为它就是等于是整张这张图要干嘛的，就是看这张图会被毁掉这样的。抱歉，没事。对，还没到最后都还不知道。OK， 我好了。这是什么啊？啊，时间快没了。哦，我要插播一下，然后迟到回来了。安，请客，请客。安，然而，能吃什么就请什么。然后决定光蛋通话。我还是迟到，我还是不到好了。我啊，有声音了。可是我今天吃和牛哎、欸，可是。那你就要请我吃和牛、啊。谢谢狼儿，谢狼儿。哎，狼儿。Hello， 拜谢拜谢拜谢，我不小心睡着。你在梦里面吃和牛那么好？没有，下午就去逛唐吉哦，然后吃到一口和牛，有够好。你的和牛是被下药了吧？安眠药，直接被那个和牛好吃到睡着。嗯，我吃一次吃到在家里睡觉了。哎、欸，真的超好吃的，超多汁。我靠，是谁啦？你们有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觉得我连续画了两张图，好烦躁啊！我靠，抱歉。OK， I do， 这要怎么办？大家都是要走周氏路线的、哦。对不起嘛，我会了啦。等一下狼来的时候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会了，还不会？我刚第一张画什么？哦，我想起来了。怎么办？我想想看。这一看就知道谁画的。有哈。对。顺带提，那是我墙壁上的数字。Oh my god！ 你会画到自己的吗？做什么事？对，最后会回到自己，因为上你看右上角是我们的张数、哦，你的应该是在第六张的时候会画回来。好的，你各位注意啊，会画到自己的、啊。你会可以看到别人最后是怎么动你这样。哎、欸，这种画招式还蛮爽哎、欸，我只要画一堆速度线就好了、欸。对啊，我是真赞。我觉得我分享一下画面给老二看好了，这样老二可以知道我们待会要干嘛。这交给下家了。OK， 老二，你现在看得到我的画面了。哦，我来看，我来马上来看。它是新模式。我不能看 ，shit， 偷看到了，赶快关掉。有差吗？因为那没差了，那没差吧？看到一个很完整的佛利札，你等下就看到了、啊。上面那个乱乱的是我的，等下应该会轮到我，是不是？哎、欸，我还没画到，你还没画到，就是会轮到你啊。好，我觉得你的逻辑意思，我真的没什么逻辑。我也是，我很抱歉。我就只是画了一张图而已。这是什么东西？他原本长什么样子？哦，他左上角会给你颜色哦，那么棒！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电影版，然后变成他让你分开图层比较好作画。好猛哦！而且他也直接把上一家的颜色弄给你耶，左上角。然后他，你可以关掉上一家的第五张。嗯，我给他拿什么东西啊？还是我继续让他爆炸好了？第五张，我现在也在让他爆炸。对不起，放心，我知道这张是你画的。没事，他已经爆炸了。没，你要先怪我，知道有一个，应该是说有一个陨石掉下来了。哦，原来哦，没事，我原谅他，因为我这么爆。抱歉是我，抱歉是我。那个陨石掉的很成功。
是因为很好画吗？不知道，我不知道，好像不够爆、欸、我觉得好恐怖。十张画，那我要来加这个了。下家看得懂在干嘛？哎、欸，剩一半时间呢。这个真的好快、哦。可以关掉上一家的图层，真的好好很多哎、欸，这样子就不会太被干扰到了。的影进阶版可以关掉自己的图层吗？啊，不行，他就只能关一个你上一家的。要死！哦，我们要拿回自己的图喽，下一家。哦，好好奇哦，图片怎样哦？抱歉了，范西。没事。抱歉了，我们要画面他的。我的锅，是我的锅。你这样子被砸就不是他了。好。哦。天哪！哦，都失火啦！什么？你看我笑到手在抖，等我一下。天啊，评估啊，大家会在后面，因为大家会在后面画人呢、欸、会排，以为会排队之类的吗？对啊，觉得没有人排队。拍谁？我是第一张爆炸那个鸡排炸炸店，笑死欸。我有点好奇，是我的这个东西爆炸怎么会爆炸这么久？还好吧，你现在才第几帧而已耶。还好吧，那每颗星不是炸了一个礼拜吗？我说也是哦。对啊。评估啊。什么？这样就好了、yeah. 你知道光晕里面真的有陨石吗？所以你发挥得很好、哦、真的吗？真的吗？抱歉，我是不知道画什么知道画陨石。没事，是真的会 去让它砸。那蛤，所以人真的会被砸的那样子哦？就是你想象就是一颗石头敲很大的石头敲你的头那样子。那光晕角色就其实是一颗石头啊，它是石头跟光结合出来的生命物。会飞的石头，然后就是其实可以每个礼拜去给石头砸一下。哦，被砸到会怎么样？没有按摩的效果啊。就是我们里面会有东西叫翅膀，那翅膀会慢慢掉，你就是要靠翅膀才能飞。掉的话就是想办法去地图里面找，它在其中一个先解释，我怕你们头太痛。没事，现在在画图嘛，可以随意聊啊。好、哦，什么游戏啊？哈哈哈哈哈！什么啦？为了这招式这么久、啊？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卡片变成这样子？好猛哦！我还没想到会这样子哎。哈哈，是不是该爆炸了？好创意哦！天，怎么多了一个生物啊？这生物哪来的龟缸哦？别人排队，只好自己画排队。亲友，亲友团，对，好的。
哇，这还画阴影耶，这个人。现在原本长什么样子？完蛋，我看不到他的图了。长这样吗？我爸，我时间快不够了。喊出招式名称了。早会，早啊，路豆。你在靠我吗？你在靠我吗？我靠不起，一定是靠你啊！在靠你，我靠不起。秀丽，秀带，秀丽。哎呦，哦，撒小啦！哇，为什么会有？什么？为什么会有替身攻击？我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傻瓜鲁多啊！怎么办啦、啊？这个，我想起我们之前动画的那个越来越近，放大戏，但是没有放大，放大因为大戏主题都已经被画好了。啊，不是这个也太怎么办啊？抱歉，应该是拿到我画的，抱歉的。我说给他一个比较大的爆炸。爆炸！就好像他爆炸了。好像错边了，笑死哎、欸！这个好了，就这样了，来。为什么会有分身了？成功了！成功了、啊，有人排队了。不是，还没拿回。我刚刚画变魔术的过程，然后有人画出来了，感动哦。我原本那个是想画一个卡牌在那边是转，我也是。我会变成鸽子，我变成鸽子，我的占星呢？再变回去啊！可是剩两张。水怎么还这么大呀？要让它小一点。奇怪，我刚刚不是把这光圈变得很小，怎么变大了、啊？边大边小边漂亮。笑死！真的啊，我想说上一家再凝聚了，好，凝聚起来怎么又变大
挖了一个很老的梗，哈哈哈哈。我希望我的下一家看得懂我在干嘛。怎么后面有水母啊？有问题？刚讲了问天，还有谁会画水母？没有没有，这个是深深画，啊是啊，刚刚是白金画的，一开始是白金画，哦后面对，一开始我怎么关闭图层？哦，右边。哦，我能关，我能关闭我自己的图层吗？哦，不行。我刚才想关，完了，我不想看到自己的作品。Me too。鸽子好像中毒哦。你有让它炸吗？鸽子怎么了？鸽子吗？对啊。让它振翅。我想说，我想要让它画得胖一点，看起来像要炸的样子。哇，想说心一跳嘛，爱就开始煎熬啊！啊，会员爱就开始煎熬。为什么变这个啊？被抱抱王，为什么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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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抱抱王，这个已经完成了哎，就最后一个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哎，这最后一张哎。然后撑住，不要睡着，会轮到你了，轮到你了，还在，我还在，我还在，我没有睡着。我是要问为什么没有，我想到有鸡头了。没有，不对吧？这是水吗？啊，我懂了，我知道最后一张怎么办，因为我这个就是那个啊。再掉一颗陨石下来，太多陨石了。这一定要有那个，一定要的，要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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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孙庄石，怀念哦。那个海盗船，海盗石是什么船？哦，不好意思，我等级没有到，每次都开不了。怎么会没呢？我没有蝴蝶啊啊！海盗石至少上要等级到才能。对啊，等级要够高才能开。那你以前都玩哪一只角色、啊？我都玩水，我都玩问号哎、欸。哦，是哦，我都玩楠楠。楠楠啊，他那是很难念，楠楠哦。楠楠，楠楠是楠楠吗？就是以前都讲音音，以前都讲音音啊，不是念音音吗？不是，怕女，他中间是女，不是子。哦，真的哎。对啊。特别是音音哎、欸。那我可以画个楠楠在里面吗？啊，你现在快点，还有五秒。啊，你剩五秒，你剩五秒，我算了，不会画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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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耶！居居哎，居居，残忍。我以为你们会玩那个帽子，结果竟然是手杖。哎，第二棒真的很重要，真的。然后看到转载，这有变吗？有，我有转，我有转，我转，然后就爆炸了。啊，你怎么炸了？拍死！结果我爆了。那、欸、手肘没事。然后我完全没看到扑克牌。那这样好像又还蛮合理的。哇、哦，那鸽子也太精致了吧！它怎么变这么肥的？我想要让它爆炸啊！二次爆炸。没 get 到，我没有 get 到，我没有 get 到，没 get 到，他看起来很痛苦，他是不是很痛苦？你手指是戳他、啊，那你不要掉了吧？哎呦，完了，好可哎，对他现在动画新增了一个东西，我可以把它变超快，包括超慢。那存的时候 GIF 是慢还是快啊？可能是看我现在上面设定什么，然后它可以就是无限轮回，或者是那个暂停在最后一张哦，好酷哦！看一下哪一个，电影的进阶版，存一个三秒好了。
最快的嘞，很魔术，最快的我这样看不懂啦，旁边的笑声。哎、欸，不行啊，他档案是同一个、欸，可恶。啊，是哦。嗯，我刚刚存第二个有挂号仪，第二张就失火了，惊讶，越来越大。这样，皮卡丘下面着火了，吓死！他真知道火了。This is fine. This is fine. This is 什么？为什么突然着？为什么火突然就没了？我没有画到火。而且他原来一开始是鬼缸的。为什么？好快呀、喔！好快呀、喔！这是什么？这怎样？这是水母突然出现，超快，超快！水母突然出现，超快！是了啦，哦，笑死哎、欸！你懂我不懂哎、欸？懂了。哦，我都好无趣哦。不会啦，画这个蛮好吃的、啊。我觉得可以，你放空白表情还蛮好发挥的。还是这样。你看，缩小啦，啊，怎么又变大了？为什么缩小之后又变大了？还变大了？变大。哦哟，量大哦。怎么变螺旋丸了？不好意思，控制不住了。哦，原来如此，要炸了！啊，好突兀哦，不行、啊，太快了，对，太突兀了。啊，这三秒，三秒会比较好一点。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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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防毒软体一直跳。原来是这样，这到底是什么？光遇的吗？对，光遇的。原来他有没有脸哦？为什么后面都没有脸？我完全没有补到上一家的。哎、欸，我拿到这边的时候，我整个看不到他的图、欸，哎，超多白色颜料。哦、没有涂到，白痴哦！我以为玩到一个，对，这个炸裂，怎么了？后面怎么了？我让它有白色闪光，现在动画很爱的十字闪光，有哇！怎样？哇！它好像停在最后一张。快一点了，不行，太快了。等下爆裂宇宙了，爆裂宇宙，宇宙有好好宇宙哦，好猛啊、喔！出现他，到底为什么会替身攻击出现啊？有替身吗？替身攻击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的、啊？第二轮，是我啊，又来又要变其他东西了，要变其他东西了。什么？垃圾桶啊！跟垃圾桶在那边。我想怎么有？我想怎么画像施乐冰？越来越大，脸都变宽了。哈哈太棒了吧！我怎么变胖了？深深有 get 到我！我最后一招一定要让他讲，笑死了！亚拉奈卡，对，好累，笑死哎、欸！那我们要再玩一次那个背景吗？对啊。背景真的要抢下来，然后人就看懂我们在干嘛了。哎，我觉得可以让他玩的，可以让我玩补充模式。哦，补充先吗？好啊，好啊。
补充的话就是我跟老哥解释一下，他就是你第一个人可能时间非常短，他可能只够画一个圈圈线条之类的东西，之后你其他家都会一直拿到那个圈圈线条，然后我们要把它他时间就很长，你就可以把它画很细节的东西，就像他现在缩图范例，他上面只画了一条线，然后下一家就把它补完成变成一个苹果的那种感觉。所以又要再烧脑一次吗？然后那个就是原本第一张画的线不会擦不掉，擦不掉，就帮别人补完，对，帮别人补完，所以你第一张就是随便画一个几何图形，然后你就可以看别人发挥创意这样子。嗯，有想到要画什么了？我还没想到要画什么，所以就是完全靠自己脑，就后面补上都完全靠自己脑，对，后面的人都完全靠脑补。然后会建议一开始就可以画的，就是抽象一点，对，抽象一点这样，越抽象越好的。对，那我就你们 OK 吧，我要开始哦。可以。没啊。好。我在打字。好。我表情会动。好了。要画什么啊？好，我要开始。喂。啊！早画完。好，就这个了。要画太多。对，好，就这个了。不是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我怎么发挥？好难接起来啊。对啊。超安静，可真的不能讲话哎、欸，就是很专心在想我接下来要画成什么样，真的烧脑。找到都生生笑了，生笑笑，这我会被 ban 台吗？我靠，又有了吗？没有，不同层面的。不是你会被编台，是我们会一起陪你编台。一、哦，我玩到完整。我好想画会被编台的东西。怕吧？住的欲望。这好像一只宝可梦，我找一下。路
度哎，好可爱。因为会有人跟我撞。剧都在画同一个生物。你还大小眼了吧？还插什么东西？唱歌。Okay. 啊？什么？遇到狼儿了。咦？这个能画什么、啊？因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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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完蛋了！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奶奶玩的啦。哎呀，好久没玩了。我上次有尝试要玩，可是他连线真的很差。我们玩一玩玩到会五个人变四个人，啊、四个人变三个人。很白痴！你骂我？骂爆爆王！他现在很烦呢、欸，玩屁啊，气死！真的啊，那时候就不知道玩什么，我说哎，不然来玩爆爆王啊。你说好啊，啊，我不会画这个啦，哦，不会画、哦、你你别好气哦，白痴，不会画这个。哎、欸，我好像画出一个不太妙的东西。哎、欸，我怕哎、啊欸，你们这种我先擦掉，你先擦掉好了。嗯你们这种会画画的画不太妙的很恐怖哎、欸，真的耶，因为会画的很像。对，算了，我干脆画那个好了。就那个了吗？啊、就已经是那个了吗？控制不住。哈哈，对不起，好可爱哦。欸、还有时间吗？对不对？你的右上角大概十秒吧。我还能画什么？可以比一个手指说耶。啊！这个是什么？我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能画什么？好熟悉哦，想一下，
把我画布转过来看。到底在画什么？啊，这个没有填满呢。啊，我觉得油漆桶那个。漏倒出去都会很恐怖。抱歉了，我真想不到画什么了。完蛋了！完蛋了！我好像后面才意识到 一件事情。你画，你都已经帮我们画好了，对不对？不是不是，鼻屎找什么？不能被编台。Oh my god! What's this? 维大利，意大利。大利。Oh my god！ 这个完成度好高哦，这还能画什么？对啊，一步啊。今天好多哦，要干嘛？还是我们先让它着火？好，这没有着火的。哎呀，进化火一步啊！呀，哦，合理了，对不对？一切都合理了。的。是很会用油漆桶，对哦，我还没慢慢画，靠，有油漆桶，我油漆桶已经在那边倒那个在倒那个线，一直疯狂惨叫，你还没法出，我都一直溢出去，哎，就算了，对啊，就很讨厌，一直溢，我就一直疯狂惨叫，超气的，真的。情绪变化很大，就这样，奇怪的东西。啊！耶！我画什么？我忘记了。哦，想起来了。哦，原来是你画的。你知道画金鱼草？我想要画很鏘的，这是监狱兔啊！好可爱哦！欸、真的哎。吉娃娃，无毛猫吗？好凶啊！暴力了！哇，他好强哦！什么？哦，头发？哦，是头发。那个叫谁？徐伦，徐伦，徐伦，好可爱哦！是那个吗？蓝波，蓝波，要忍耐。那，哎，我忘记了。存档，等一下。
好，我在存。可爱。哎、欸，你们会看得到作画过程对不对？对。抱歉，我刚刚有擦掉，对。干什么了？我擦掉，我擦掉。这什么小恶魔？我是做一点医疗的部分，但是我觉得画有点不妙。哦哦，那是宝可梦。这个还好吧？没有，我本来是画接生的、啊。哦。我也是想画腿的。在哪里、啊？他的发际线哦，对耶，可以画游戏王。哎，对耶，没有，哎，这张我真的看得很问号哎。他宝马级那种吧？我这个真的没有在，我这个真的没有在思考，我只想画嘴唇。哎呦，哇，好痛哦！我胡说数，转了一圈，我蛮可爱的。仙人掌，他是为那个唱歌摇来摇去的那一种，是动神吗？红神，动神哦。啊啊对，嗯，你在干嘛？不能，有没有人画小松啊？啊，我有画困宝哎、欸，狐狸，好可爱哦！哎、欸，好强啊！小那只青蛙也太猛了，很强哎、欸！你是跑去找图片吗？这真是没声音哦，叫。都要没力气了。他说他那个是不是？大风展翅。猫咪老师，猫咪好可爱啊！哎、欸，这好屌、哦！好恐怖！这跟刚刚有一张很像哎、欸。怎么那么多吉娃娃、啊？我想不到。是猫蛋蛋吗？对。好了，下完了。你看，你都画好了。我好了，不知道画什么。他跟我一样啊。你好强哦！没有，我刚才也是画百变怪的。都是百变怪的，超多百变怪啊！中了，大家都是百变怪。中了，抱歉啊，不知道让他招呼一下了。搏一搏，进化进化。我只是想让他进化成我一步。怎么变成你？你们还要玩新模式吗？破冰者是什么？破冰，他简单的说就是，他其实实况上我觉得还好。第一个人是打字，之后全部人都画那张图。简单说，我打一窝座，你们我就要准备收五张一窝座的图。有吧？上次玩过了、啊。哦、没有，实况上好像没有玩过，因为那时候我私下玩过一次，觉得、好像还好。哦，对对对，那时候观众说，哦，破冰很好玩啊。没有，我只是准备收五张一窝座而已、啊。对啊。你们要玩哪一个吗？还是要狼儿要体验一下背景模式？嗯，可以啊，可是也可以看你们有想玩什么背景。我们再想一个好了，我觉得背景好像还是可以玩出一些东西。好，我想好了，你们想好。我想不到背景还能玩是什么，除了人以外的。嗯，还就真画一个背景啊，就好像真的就是画个背景这样，就像刚刚你们在玩那个大爆炸。哦、你们 OK 吗？海北我有声音吗？有人说没有，人说有，就薛丁格的声音。嗯，有人听得到有人听不到。咦，像现在 OK 吗？
OK、欸。我发现他声音好像 Moco。不会吵就好。没有吧？刚有一瞬间好像 Moco， 我吓到了。竟然吗？对。Moco。好听的声音，有耐心。就是会比较重量级的声音。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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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你们想好了吗？等一下要干嘛？要画图。好哦，谢咯。哇，原来是要画图哦。就刚刚背景博士啊，我觉得我们再血池一次。就是鸽子 okay, okay, okay. 鸽子要抱不抱的那个。OK OK， 来吧。好，那我就按开始咯。还有人美好的要尖叫哦。啊，美好的要尖叫。没人叫我就按下去。好，我要来啊！白痴哦、喔啊，不是、啊、怎么了？因为我按 Ctrl 加 Alt 是调整笔刷大小，然后按下去了，然后画面卡住了，吓到我了，好恐怖！吓爆！哎、欸，这是我刚才进来，你们对对对对，这才是你，这才是你那时候，你现在画一步应该就可以了。对，你现在可以画一个很细的东西，那、别人就是动你周围的那个图，就是像我们，你刚刚在看我们在玩，大家大爆破我，别人动不到你的线稿。你会写个一步大好，还是有可能会被火烧这样子？对，或被陨石砸，最后被火烧掉了，或爆炸，或陨石被砸。那我来画一个火爆一点，火爆收，火爆收。效果线你可以交给其他人，怎么会有 AA 口？就是你画那个主场景让别人动不到啊，效果线交给下一家去用就好了。今天呢，我们家要抓到一只老鼠，所以是老鼠啊，对，老鼠，所以我就真的去看料理鼠王。老鼠，好好看哦！我的天哪、啊，老鼠，回去重看才知道，哇，跟小时候看的完全感觉不一样。会说，我好像没有，就是从头看到尾，都是那种，哎、欸，电视现在播，看一半，看一半，看一半。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也是。我反而是最近，因为我那个 Disney Plus 的关系，我把那个《歌舞青春》整个重看。哇哇。天哪、啊！我画什么？好期待你们加效果线哦。可是前提是下一家不是狼儿，因为狼儿一定先 gap。骨架，走骨架。咦，有点虐自己啊，怎么画、啊？要给下家一点情境。对，我希望我的下一家知道我在干嘛，要不然会 get 不到。啊、这个吗？是谁在我的游戏里面弹快乐颂啊？我在挂光遇，就这样，哒哒哒哒哒哒。
我要去 Google 那几个字。GG 啦。完了，那个雪花图长什么样子？我忘记了雪花图，哦，长这样。哦，官方的哦。哦，我误会了，想谁弹那么好？官方。我把音乐关掉。画了一个好无趣的东西哦。然后快点，希望下一家抽到是知道我在干嘛。好不想抽到没有哈的。啊！怕。好怕搞砸。可以啦，应该可以吧，大概可以吧。啊，喵，好，哎、哦，帮、欸、我完成它哦。这是什么？你是要画那个招式很爽哎、欸，旁边可以画一只老虎哦。他要干嘛？我只看一次而已呀、啊。你打那两个人名就可以出来了。哦，是啥小啊？我看一下、哦，楼梯啦，甜甜圈，攻击，哦，版权攻击，笑死嘞、欸，这是，哦，我需要重描一遍吗？应该不用吧？不用不用不用，拍子有点忘了，你想想象，我知道我下面要接怎么接，这应该是华丁的吧？这应该就是名人打名次那个吧？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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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个圈。不是，我太久没看这一部了，他会使出什么？我要画一个叉叉叉女孩吗？好哎、欸，不行啊，来不及啊，我现在只够画一只手而已啦。那可以画那只地址怪啊，叉叉王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黑叉？倒插海吗？倒插海什么？干嘛？要干嘛？对，倒一下，倒一下。哇！哦，苗哈有、哦，很好加吧？对，真的。我觉得很好加吧。它就是宝可梦出来吗？那个贴纸特效，进场特效、哦。什么啦？我应该没有画反吧？对，我手没画，可能把手画反。我要聊天是说真相只有一个，不是啦，不是那个啦。然而太认真画了，说点话。他登出了没有，是我画这个太简单了，想改的太简单。你想的太简单了，就一笔画就结束了。那么简单，这是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我的档了？你的档了？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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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这个如果一开始抽到，我应该会把它画超恐怖的。上一家也太和平了。我没有看，所以我要决定把它恐怖一下。没事，你应该是也是抽到电影题的，对不对？不是，不是啊，狼儿。没有，应该不是，就不是，但我没有很仔细的看这个，所以。哦，他一定有出电影啊。哦，也是两个人的那个吗？我画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啊，喵哈。说喵哈可以吃吗？是一个会在卤味摊看到的东西，喵哈，什么东西？就我在卤味摊是可以买得到的吗？卤蛋呢、啊？哦好，啊，我好想画这个，我不管，我要把上一家直接。我也是，我在无视上一家的都。原来我有画一点上一家的东西啊，但是我很想加一个东西。
别人是流水面，哈哈，我的是流别的东西，流鼻涕。他不是鼻涕，他比鼻涕还恶心一点，好恶，比鼻涕还刺激。该不会是流脓吧？不是啦。我可以关涂层，真好用。哦，这看起来好好吃哦。你怎么那么快？聊天是说躺着玩，趴着玩。Oh no！ 待会来看谁会抽到这个躺着玩，趴着玩。这什么？这是抽到躺着玩，趴着玩。我怎么是电影版？真的躺着玩呢、欸。躺着玩，躺着玩。等一下，它是往上，是往下？往下了，往下了。往下，往下是不是，往下是。OK。因为它才刚出来而已。好像，好香，好像，它好像某个恐怖片出现主角。对。我 get 到吗？我 get 到吗？有，你 get 到，你 get 到，就是躺着玩、趴着玩的部分。哎、欸，这个好简单，我完成了。游戏在指的是什么啊？真相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那是我画完的时候聊天室讲。天哪！啊？没事，没有东西跑出来哦。耶，那个躺着玩、趴着玩的话，我就突然想到可以画什么场景了，那种就好多、哦。突然很有想法了。对，真的耶，突然有想法了。我可能要看一下你们的趴着玩是什么玩。你待会应该会，那躺着玩、趴着玩应该蛮明显的。真的，对。它就有两种以上的场景可以玩了。补下白边好了，不是白边啊，白底。啊，来不及了！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躺着玩，趴着玩吧！救命啊！搞什么、啊？救命啊！两个人啊！救命啊！两个人还好啦，背景的效果而已啦。你就加那个字搜寻，然后加剧场版就可以找到他。不是这个人在身上加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完全看不懂啊。召唤什么？召拉近的。有人 get 到我那个楼梯那是干嘛吗？刚刚在讲这个、啊。没有，我在猜螺丝应该是第一个，所以他已经变躺着玩、趴着玩了。啊，所以什么楼梯变成躺着玩、趴着玩吗？对，他变躺着玩、趴着玩了。为什么？没有那个还蛮还有趣的。那你们知道我原本的捏他什么吗？是什么？是哦，是那个迪要上那个迪奥的宅邸啊。哦，谁知道、啊？谁知道？你就画这样而已。我他已经变成我照着画，我照着那场景画，就那个波波要上楼梯，被一直抓下来，波波要上楼梯，他一直被抓下来。
啊，那个是什么哪一部啊？那个九九。哦，我没看。Oh no！ 然后你的下下一家是我。我正在画趴着玩。那躺着玩、趴着玩还不错。我哎、欸，他那个其实那个躺着玩、趴着玩，他就已经有两种场景可以玩他哎、欸，就那一只。如果他那一只还没变形的话。好了，我帮你加迪奥下去。这脚，迪奥布兰多。我们下一张就拿回自己的嘞，应该是吧？哎，不对，我们现在是六个人，下下一张。看这个特效经费不足了啊！我不会，没关系，交给你的下一家救他。真棒！所以还有一个人没抽到那个剧场版。哦，好可爱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刚刚也抽到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跟着他画。我猜也是抽到一堆不知道什么黄黄的东西。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我有我也不知道，你就照着画。哦，好好，反正变大就对了嘛，对不对？那我也变大。我就是变大就对了。抱歉了，狼儿，你的图，抱歉了。有两张好像狼儿画的哎、欸。有一个是应该是森森哦，那个喷火的那个才是狼儿哦，然后那个不知道是在干嘛的是森森。你说让我不知道干嘛的东西吗？对，那张我也不知道干嘛。这张图怎么那么多颜色啊？都没声音。对。欸、你现在有声音了、以为你在忙。Thanks. Thanks. 因为每次当看到森森没讲话时，就表示他没声音了。所以我们要友善提醒你吗？哎，好哈。我们要一直逗他笑。谢了。谢了。靠！你看这样都笑了不？我的天哪、啊！哦，那我知道你的笑点了哦。哇！糟糕了，你要被摸头，被摸头。对，我最近的台很危险，我都可以开车。被ban了，不要被开到被ban就好了。就是每次都会黄标，我每次关台后就解开黄标，你知道吗？好恐怖，解开束缚，啊、重新拔绿标。讲太多黄，讲太多。擦边，讲太多没有擦边，已经发，已经吹油门了，别直球了，好爽哦！你只剩七秒了，好吗？只剩七秒，两秒完成。哦，对啦，我画这个我都忘了。OK， 谢喽，这是什么回事？为什么会变？为什么会变这个东西？我看到趴着玩了。哎、欸，你有没有看到脚？还是他脚也不见了？还是他已经下去了？他脚，他没有脚啊！哇，上一家没看到脚。我这个是要继续沿着上一家画，对不对？那他就变动图啊！我现在问是有点太晚。哎呀，我来得及画老虎、啊。Happy birthday！ 那怎么会真相只有一个、啊？因为你下一家是我。为什么人画完了？因为你要哈。我还在画、欸，我在努力的想办法把老虎用出来中。
啊，到你那边还没有老虎哦？没有。哦。我要开始找。柯南怎么会没有蝴蝶结？哎，你没画蝴蝶结啊？是我，抱歉，抱歉，忘了。哦没事啊，他先摔在口袋里面啊。蝴蝶结坏了，那个阿力博士在帮他进城维修啊。我那时候看到啊，他什么都在维修，就只是个普通的小学生而已。对，我看到这张图。靠装备，靠装备。你变声器呢？维修。你的滑板呢？维修。哎、啊，你鞋子也维修。废人。就只是个对普通的小学生。这是台币战士哎、欸。哇！哎、欸，这是什么？什么？哦！我要怎么滑？是溜滑梯吗？这个？这个是躺着玩、趴着玩。对。对。那、啊、你的老虎真的找不到那张图哎、欸，是打岩虎，岩虎哦，岩虎，岩柱，岩，我是岩柱，为什么变台湾国语、啊？岩柱，岩柱名，岩柱，啊，岩柱，岩柱不太好哦，怎么会飞出去？什么东西？请问是什么东西？滑向溜滑那个不是溜滑梯，楼梯啊！哇，你都看不到了，那已经不知道什么了、欸。对啊，我那个剩一个残影哎、欸。那你可以让那个湍湍流水继续流动，这样。那你看到那是我画的。我就是让那个湍湍流水继续流动。那水费有点贵。是，卡片我已经不知道在干嘛，而且我光要画完它，我就时间不够，我来不及变换它、欸，复杂的部分哦，对，好水哦，我救不了这一招了，水哦，水哦，水哦，救一下啦！你要二十秒可以画女孩、欸，女孩，为什么女孩？好，那就加一个步美吧，好啊。好像知道在画哪一张了，还要加一个布美。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线里面吗？你也召唤出小蓝吧，攻击力比较高。对，攻击力好像比较高哎、欸，我改小蓝好了。我来不及啊，小蓝来不及啊！你只好画个脚锥了。小蓝本体直接伤害玩家。天哪，这个到底是什么啊？哦，吓死我了！哇，这个喷火龙喜欢抓，喷火龙喜欢抓。等一下，岩虎怎么画？打岩虎，打岩虎，我就画个赤焰咆哮虎就好了。哦，好哎、欸。他原本都有复，他原本都有复杂，是不是？你说赤焰咆哮虎吗？我是说岩虎。这样我时间来不及啊。那你就画他从腰带里面喷东西出来。电子王哎、欸。不是，他喷射火焰真的是从胯下喷火出来啊。什么？喷射火焰有一点真的啊！你去找。我是说喷射火焰怎么听起来有点台湾国语？打雷，雷是在笑我吧？没有啊，怎么变成港仔了？我怎么变成这种？我也不知道的啦，那也安内啦。中谁？不中。哎、欸，你香港人啊？
谁？香港人？我不知道。台湾。刚喊出一个尊重，我想说，冒犯到了，是我，抱歉。没有没有没有，我怕啦，我怕啦，我怕你怕哦哦哦。唔知道。唔知道。我唔知道啊。怎么这个？对，有人在抽。这画的好像捏捏头。谁啦？这画的好像捏捏头啊。怎么样啊？什么意思？我上次我们不是在要去密室逃脱的路上吗？对。然后那时候就在我就跟迪叔同一车。然后那时候说怎么办？我现在不太会学你的声音了。他说啊，为什么？我说因为就开始学王贝贝的声音啊。他说啊，王贝贝是谁？然后我在车上面学的时候，司机就跟着在听。为什么靠要对的有司机在？哎，完全忘记司机的存在。然后那时候就说，等一下，我去找一下。喵，他传很多王贝贝的那个贴图给我。怎么会有水？舌头怎么回事？哇，这个聪明呢。这个角色要怎么画？哦，我想到了，我有想法了。我一直拿错颜色。很欧的游戏耶。很欧。卡都有。为什么柯南变成基德柯南？唔记得啊我真的唔记得啊真的唔记得呢完呢干嘛这个角色长这样子吗再拿一张我在滑水道那一张就是那三个字的黄色东西吗可是我忘记 这三个字的黄色东西到底长怎样了啊你怎么会忘记那三个字的黄色东西长什么样子就是它细节啊它的细节就随便画是不是就长那样子啊哇我是天才啊、完了，我还有水。现在插错线。我跟你讲，你的水跑到隔壁来了。哎呦，一直我刚才画那一张喷火龙，有这样想。哎、欸，真的吗？那大家看到，就是很开心哦。嗯，就是那个楼梯的水跑过来了。隔壁棚了。对，我干它，我干下去了。爽。哦，我好奇谁会下一家抽到鸭子哦。哦，怎么在吃了？我就是我。怎么变这么多张？然后，我觉得皮卡那张到时候会很三 D 龙哎，好傻的哦。完蛋了啦，特效又要没经费了。哪一张？还是我再多加一张。鸭子也太猎奇了吧！我的鸭子到底怎么了？他是鸭舌哦。他的舌头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舌头很自由。过度自由。没有人喜欢吃鸭舌吗？鸭舌好吃吗？我没说鸭舌，没啥特别的味道，就是肉很少的感觉，感觉是真的是嚼，跟鸭脖子一样吗？吃皮的感觉，对啊，啊，真的假？真的没有。鸭舌就是一个这么就是可以这么无聊的东西吗？对啊，那有些人喜欢下酒菜那种配在嚼的啊，它就等于是嚼一层薄薄的皮，因为它太薄了。对啊，嗯，哦，走开。
抽卡，我能当你我的抽卡。你看鸭舌是这么普通的东西，那个完全真的要看卤味怎么调味。对啊，卤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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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皮卡丘这样在干嘛哎、欸。啊、皮卡丘不是看起来像我拿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变生日派对了、欸。决定。哦，这个是毛利兰哦。怎么那么大根？所以刚刚说直接伤害玩家，有没有？笑死！那伤害的方向不是错了吗？反弹了。欸、我来不及加另外一个角色、欸、那随便弄一个东西好了，那边再多一个人这样子，越来越多人，加一加越来越痛苦。我还有两张没画到，要到了，最后一张。啊！哦，那地婆怎么跑过来了？这是什么？这一堆是什么东西？好可爱哦！这叫小朋友涂鸦，往那个方向乱涂的那一种。往那个方向走就对了嘛，对不对？要怎么办啊？怎么还在一只？还一个人是不是？为什么被关押机的？岩柱的那个。原住民原住那个、哦、真的是原住呢、嗯、M 住 Q 住六住你看我断线个屁、啊、没事没事你断了吗没有刚刚突然断下好那我刚刚在跟谁玩断住哇李人格谁母鸡德啊！母鸡德，哎、欸，这样是结尾嘞。对啊，对啊，给大家特价了。刚刚谁画鸟的啊？那个舌头的。说最一开始还是没有？刚刚上一张，上一张。碰到身体的部分吗？应该是分身。哇，你速度线画得很棒，我学不来。搞不好不是我，没有你刚刚画的、啊，刚刚前一个人不是你？刚刚不是在画鸟吗？对啊，你上一秒的记忆，你上一秒的记忆还在吗？刚刚不是我在玩啊，没有了。哦，对耶，不是你耶，完了。那请问他，哦、那他画得很棒哎。刀哥，他不在现场了。再转告他，惨了惨了，好好帮我跟他说。啊，完蛋了！啊，我忘记画新那个了。但我想画樱桃，樱桃小丸子。为什么是这个香调？樱桃小丸子。对啊，不是煮吗？这个香调是会那个。Q 味、啊。你不要你不要讲哦，就闭嘴哦。房东太太的声音的。哦，你说阿汉那个吗？还是不吃？对啊，阿汉，我还看他影片。那什么领域展开吗？那什么罗盘？那个破坏杀人证。哦，哇，那燃起来了哦！我变少了，我开始变少了。完了，输了，要输了，要输了，大哥，输了，输了，没时间了，放大绝。哦，又燃起来了，又燃起来了。还在我放另外一个大绝。哦，现在看到鼻子、嘴巴在这个位置哦。眼毛。哇哇哇！哇哇！哎呦喂，出来嘞！哇、wow, 哦，一步，我不是一步，我不知道有那个，我完全没有看到，没看到，不见了，他不见了，放招失败，断线。哦，他老虎有动哎、欸，他会停一秒哎、欸。哦，有啊有啊，那个我这边可以设定。哦、oh. ，有倒转的哎、
那是无限吧？倒转其实蛮酷的、欸。有倒转？倒转哦！哎、欸，对，它是倒转回去、欸，哎，这个才是那个重来。嗯。所以我到底是吹到哪一个？啊，那个火有旋转呢、欸，好棒、喔！对啊，好爆哦、喔！你上次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抱歉了，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哦，一开始雷电哦，好可爱、啊！是圣诞节的那个，圣诞树啊，原来是圣诞树，我们圣诞树了，那它怎么飞起来了？我完全看不懂这个线，我以为是一些什么效果，哦、然后到我这里出现了，抱歉。哎、欸，会不会有点像那种，就现在有一些有种 MV 不是都会有那种特效线的感觉？哦，我知道，我把它变成有点像气球。你看，那个很像捏捏头的，边那一圈。有，你怎么点在那边？还粉红色的啊？我没有想那么多、啊，我没有注意那么多。那好像旁边爆炸，然后他还是在吃汉堡的感觉。小朋友涂鸦来了，电死了！怎么突然放弃了？欸、他头上那个还喷射了、欸，哎、欸！哦，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飞起来了！那、啊、如果快一点嘞，哎，两秒好像还可以，有动态，好像还不错，哇，就真的很像我说的那种基地台，好可爱的啦，这是什么啊？结果反而最奇怪的一张那个动的，对啊，没有，这鸭子的后面真的太好笑了，不能，鸭子，多一点嘞，喂，好长，好长，等下，他要转一圈吗？没有。你看你速度是很棒哎、欸。对啊。我要转一圈呢、欸。哇，变电风扇了。好多水。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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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这样想，背了背了。哦，你好会画速度线哦。好恶啊！在玩呢、啊，在玩呢、啊，在玩呢、啊！好恶啊！太恶了！回头身上了啦！他这应该要重来，好恶！回头好恶、啊！重来好恶！你那是吸面条是不是、啊？我真的来呀！自说自在的舌头，好笑哦！真的有弄到身上哎、欸，太赞了 ！Reverse card open， 真相只有一个。他是怎么拿在手上的？那是 Game Boy 吗？我以为是电视哎、欸。我们想让他转一圈呢、欸，结果没有。放大，开始放大。我也是放大，手指也太放大了，好肥啊！放大放在这里了，手指好肥。天哪！现在为什么要出去？出现了，丢我第三张卡了吧？哎呀，为什么夹住了？是对呀，卡越来越多了。后面的人好累哦！啊，他一直流汗，元代吗？他一直流汗，哇！算了，算了，两百太快了，好莫名其妙，好莫名。小兰的刺越来越大，大爆。躺着玩，我来了，我来了，还是说是猫吗？为什么是水？看世界有水，为什么是水？真是哦，我的迪奥宅邸，有啊，迪奥的脚，你看，他突然变好短，好玩哦！哎、欸，你要不见了，你要一瞬间就不见了，不见了，我只好让他不见了。他没把他搬出來，我到底真的快变快，混根混根。为什么是阿罗拉版本的？
后面有皮卡丘哎、欸，为什么是阿罗拉的？为什么？为什么火跑过来？对哦，很有剧情哎、欸。好吗？你要吸回去，吸回去。哎，被火弄。一直玩，一直玩呢、欸。哇，真的好赞哦、喔！停不了哎、欸，好可爱、喔，好小、喔，存一下。好可爱的。我要看快速版本的。那迪奥脚出来那瞬间，要放一个那个他的音效。好可爱的。想要喷火龙。到后面就失控了。哦，哎、欸，这个火很带感哦，就是一开始先给他一点点，哦，怎么一下子喷去了？直接喷出去，他没忍住，忍耐不住。后面伊布看着一切，一直喷，他就一直喷着他。所以后面伊布有被烧到吗？就是被反噬了吗？隔壁的水来了，隔壁的水，我没有画到伊布的表情，抱歉。哦、我没有看不够仔细。喂、欸，什么意思？所以已经被打到了吗？怎么还这里？为什么留在这里耶？而且你们两张刚好接在一起，好好笑。我跟你讲，上一张不是变大，为什么变大？为什么变大？太快了，太快了！太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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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所以刚楼梯那边不是着火吗？就是这原因啊！太棒了吧！吸回去，怎么变大了？呼应，太赞了！存大了，就是一步子吓了一下，好笑，嗯，是吓一跳。背景模式知道怎么玩，原来是这样，大概知道怎么玩了、欸，嗯，就画一个好的背景给大家玩。对，只是要想一下，就是要想一下那个，想一下那个情境。要来玩什么呢？你们要再继续玩补充，还是我们回头玩动画之类的？动画是那个很快那个，没哎、欸、没有，就是那个 gift，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gift 档，只是这次我们可以动背景了，就会比较多可以去动它，就是画上一张人的画意思描。哦，嗯，之前玩过的那个，对，就是宝可梦各种猎奇那个，那爆裂。还要玩什么呢？还是我继续补充？今天就整个新模式。可啊，啊，我是补充不错嘛。这还蛮好笑的。可是我要想一下，用什么可以搞你们？咦，我要想一下。补充哦。搜寻几何图形。我想要看大家知不知道我要画那个东西。正在思考有什么东西很经典的。然后把它变成有点猜谜或是 get 到，还蛮有趣的。最后才发现，哦，谁最接近？这样子。嗯嗯嗯，好像不错哎。我想大概画什么了？好像以前的连连看，什么就画一点，然后点一点，画一点，点一点。好玩。哦，你们都想好了吧？现在好了，那我就要按开始了。好的，笑到都烧瞎了，笑到都烧瞎。嗯，时间好快哟、哦，这时间好快哟、哦。哎、欸、靠，真的哎。屁啦！我想画嘴唇的、啊。什么？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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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要想一下，我想一下一个意想不到的感觉。要完了，抱歉，想不到。太快放弃了。不是啊，可不要全部都画好了，没得发挥啊！拜托，求你了。点线面，
那能画什么东西呀、啊？好烦躁，这个东西好烦躁。啊，什么发型哎？我剑子冲好快哦，来不及啊，救命哦！等一点点时间了。哦，这是什么？小朋友涂鸦了。这是什么？这个完成度有点高哎。你是说吃饼干的那一张吗？对对，我刚刚就是在说那个，因为不要已经画好了吗？好弱化的，没事。GG， 我想说我画另外一张，然后擦掉，对不对？我想说，刚刚时间那么多，你怎么只画成这样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查东西，然后回来就哎、欸，已经完成了 ，GG， 我就随便画了一个。你倒只能补充背景的吗？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给大家圣诞节一种感觉好不好？很暖吗？烧起来之类的？哦，好哎、欸，还以为又烧起来了。我还有时间画火吗？怎么今天怎么那么多火啊？哎、欸，我也正在画火哎、欸，笑死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大家觉得很冷，想要画火。今天真的很冷哎、欸，不然就大家就给大家一点火感觉这样子啊。好呢。我时间快不够了、欸，我用波浪已经12年了，耶、yeah ！超突然，太突然了吧？我刚刚点开波浪，哎、欸，我也是谁？我12年又39天，我比你多了39天。哇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能干嘛、啊？超认真中，对，因为完全忘记在实况。
对，大家都在认真画。其实狼儿，狼儿，狼儿，讲话。我在认真，我在认真。我们也在认真，但是我们都有说话。认真的干扰别人。怎么？我还在想今天的和牛。太过分了，你还是继续安静啊。哦，不行，来不及，呜、欸，真的很好吃哎，我觉得下次可以试。怎么突然冒出这一句？笑死！讨厌，你要请客啊？耶、yeah, ，不行哎，谢狼儿，谢狼儿，谢狼儿，谢谢。太小块超150哎，哇，谢谢狼儿，不行啊，没办法，没有没办法的，没办法，要破就去赚钱养我。我怎么画？不是，笑死！我想画大家一样的。哇，擦掉哦，好险，擦不掉它。那、啊、我是带乐器，好。Oh my god！ 什么都觉得好奇怪的东西呀、啊！我唱歌了。这个风格也太明确了，没有办法画别的。你好意思说别人？啊，这颗是什么？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回去换。没有，做游戏。自动被吃到我的头上。今天还够。冲啊！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下笔耶，救命哦！这是什么东西？完了，我现在脑中没有任何的想法。等一下，我知道可以画什么。
一下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OK， 有了。也很安静哦。急上色吗？来得及。不行，加个马尾，好。Yeah. 不行，我要百合，好。好不是，原本是两个男生在互相拥抱，然后讲不行，加马尾就变两个百合。按太快了，我要画眼睛。乖乖，乖好屌、哦，好有梗哦！哦，小芙蓉，好像哦。喵什么？哎、欸，目前都是有品牌的东西，笑死！长大了，快龙，快龙，鲁鲁米螃蟹，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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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好酷哦！螃蟹也太 Q 了吧！眼睛是在外面的。版权警告，就这个啦，难发挥死了。哇，他被吃掉了，很难发挥吗？你也画太好了吧？那怎么每次都要烧掉啊？沙发马铃薯，好肥哦！我怎么出现在画面上？感受到你的怒气，倒霉吧？好吃哎、欸！还敢在大湖偷吃虫吗？还被抓到，好有梗哦！你这个我想超久，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想我要干嘛。偶金吧，对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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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什么？这什么？啊，你有没有想画什么？好聪明哦！我原本想要画那个，我们想画那个男人。接的那个人是谁？温蒂的帽子。温蒂，温蒂，好棒。是那个啊，钢链吗？钢链里面那个。哎、哇、欸，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了，好久。哎、欸，你知道我花了一半的时间在想，然后后来有一半的时间在 Google， 笑死。那也有点像珍珠哎、欸，有一点点，就那尖鼻啊，对啊，蓝眼睛。我不知道干嘛，有时候不要花太多。火焰，又是火焰，大家都在失火，太多火了吧？哇，好酷哦！什么空的啊？哦，钱包为什么是空的 ？N 字，哇哦！好强哦！好扯哦！好可爱哦！狼哥，你的创意呢？演出这完全没概念的，被河牛给吃掉了，被河牛吃掉了。河牛比较重要，河牛比较重要，消化掉了。就是你，不是，有人把它画的不是嘴唇的东西吗？哇，我想到之前画不好，我想画那个手，这也太有梗了吧！就没看你，我就是不想画嘴唇啊。哦，我怎么？好，我还没读完呢、啊，抱歉了、啊。好好笑、哦。我是三 D 鼠，蛮好笑的。三D 鼠还蛮好笑的，真的。
我们之前画那个动画的。哦，原来本来有三个。那种 portal 吗？这完全是我刚想到画面。Up and down。啊，你们去结婚？结婚。好猛哦、喔！哇，好强哦、喔！太猛了，好屌！不是，埋了埋了，偷吃草莓的下场嘛？眼睛嘛，应该画成那个吧？那画成那个帕布克皮皮？对啊，很强、欸，他都很会耶、欸欸！我真的觉得新模式好好玩哦、喔！大脑哎、欸，好强哦、喔！大家都好厉害哦！真的耶，这会一直很想玩新模式，然后看大家的创意。真的，因为都想不到。那就觉得哇，竟然会往那个方向想。嗯。啊，我们要玩什么呢？还是要玩旧的呢？不可。你觉得？因为旧的，我现在比较想到想不到一个主题。嗯。有没有意见？你们想要玩什么？你们想要玩什么？我决定交给我的下一家，请问我的下一家你要玩哪一个？我，你可以玩我这样，直接开车，你要选一个，我就点那个问题发言。我。随便选一个啦，随便选一个啦，你现在想玩哪一个？快点，我就点它。玩动画。好，我要一个主题吗？还是随便？有没有主题？还是就随便好了。主题下一个想。啊，我吗？主题下一个想。不然就迷音啊。迷音哦，好哦。迷音。迷音的动画。你好哎、欸。你也让我想想鬼刚 A， 好 K， 我觉得待会出现一些贼母咯，爽哎、欸，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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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应该只有我们三个知道吧？完了，那我要画那个，那我要画什么？我要画那个。我想好了，我还没。想好了，我画我超屌的好不好？干，又是那个。那我这个跟我画的像，那我希望我可以画这个。应该下一家 get 得到吧？好，我不管，我就画这个。不是，哦哦，会动的迷音吗？还是那小？对啊，这是会动的迷音。啊，交给你们了。好像是蛮有挑战性。嗯，就不要说根本不会动，只是线条不一样而已，有没有？全部都照描，想不到什么。我想好，我想好了。OK， 那我就按开始咯。好，哎、欸，这个时间长吗？就是一般时间。一般，应该是一般。OK， 好，开始。后悔了啦，后悔了。你后悔了？应该跳加一下一加，对不对？玩 Uno 禁止。啊，我不知道。我在空空，被下药。不知道。嗯。要画什么？我照打的好不？也太废了，声音了。哇！既然到叹气了，啊，我知道要画什么了。我在慢慢画，哎，天哪，好难画哦。加重点，
好诶，画好了。时间要到了，应该不用画背景吧？不用了，他这个动起来了。哎、欸，不是，有人跟我概念是一样的东西耶。我好烂，我真的没有搞那么久。不用画一只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崩溃崩溃！你好强哦！哎、欸，不过。我可以画舅舅吗？哦，你要画舅舅是不是？我觉得你画的好猛哦，觉得难难的。太多猫啦！哎、欸，你知道画这你这张图会跟着想要摆姿势，你会忍不住想要那个，对，想要讲出它里面的台词，对。你看他怎么画？哦，好，这样子。我想看我那张真的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抽到的人会都会很痛苦，因为这里要画三只猫。虾米，默默的看向狼儿。为什么你都知道是我？画风也知道吧？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哦，好了，三只猫好了。天哪！其实最主要是我也只知道那种迷因啊。有什么三只猫的迷因呢、啊？是他把三个迷因放在一起。哇塞！加油，下一家加油！哦，我赶上了。我要变一只猫。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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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只好放大了吗？放大了吗？他这个画大我，完蛋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迷音，完蛋了！不知道这是什么迷音哎、欸，三只猫的那种，不知道怎么动啊！我决定，我直接照不要上人家的线。我的手歪掉了，只好自创这个。我要 Google 聊天室打的那个、欸這個還有顏色欸、哦，这个哦，可是这个人动什么动作啦？所以就很多名哎、欸，没办法动啊。这个没有那个、哦，没有油漆桶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啊、因为动画动起来，它会可能会有怕那个闪烁效果的关系吧。嗯，哦 ，OK OK， 你故意填红黄红红蓝红蓝红蓝。紅藍就直接三 D 龙事件，打死所有会师。我平安夜过后，一堆人癫痫。我突然觉得三只猫还不错，画人好累，而且我还是挑就是比较可以动，三只一起动。我正在画三只猫，最右边的不知道是在干嘛的。
啊，怎么还有三张画？死掉了！我觉得画人比画猫还累。这是什么？我看不懂。这是什么？我又要等聊天室救我了。哦，你刚刚都是等聊天室的吗？对。哦，辛苦了。聪明哦，这局。眼睛闭上。两个人，那到底是什么啊？啊，你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吗？不知道，给我一个 point。Yo。Yo battle 啊。Yo 而已吗 ？Yo battle。Yo battle 我知道啊，可是怎么画面变这样？哎，会不会不止？有会不会不止你不知道啊？啊，会不会对？会不会？还是要说，还是说本来没有人被画到有人？哈哈，让他头发飘起来。我的右背头是坐下来的。啊啊！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个是别张，那是别张别的人的。哦，你另外一個、哦、真的吗？他已经坐下来了吗？不是不是，应该是别的人的，不是同你有别人画两个人。对对对，有一个两个人。应该你讲那个可能是别的。我以为是让我看看那个。都是对，我就是超勇的。我擦了的好不好？我擦了的了。哦。听你这么说，很有吗？又再讲一次，是不是？身材蛮结实的啊。好烦躁啊！杰哥，你干嘛？可是让他动起来，有点困难哎。哦，懂了，只是方向歪了，没关系，只剩下不到几秒钟可以了。加油！我会画什么东西啊？我爸还没碰到三只猫哎，这猫其实反而比较容易。哦，来了！这是谁啦？我只看得懂一只，另外两只看不懂。哦，这只我知道，然而。干嘛？点名了。这不是一顿和牛能解决的事情了。啊、我知道这个了。啊，跳舞的人好累啊！抱歉。跳舞。开始骨架了。第五章，所以我们最后一章就结束了。对，那我要完成这张谜音解字。他的嘴巴是衣服跟我 Google 到不一样哎、欸，算了，照他画好了。这谜到底能动什么啊？螺丝？我擦打的好，上中间加把你揍烂。我不知道，我很烂啊！我刚刚真的，我已经你在喝酒你？那你不行，我操！手好酸哦。表示你的握姿不正确，你要改一下。你太久没画图啦。我也是。啊，这里别的梗粉哦，真假的，随便啦、啊。
没关系啦，我们只是让它动起来而已吧。爽耶。哦，所以我画到别的梗去了。完蛋了，依照聊天室的说法，我好像画到别的梗去了，难怪我觉得衣服好像不太一样。哦，我画到右 battle 了。哦，这个好写字哦。啊，为什么他？等一下，他那根是什么东西？那根是可以出现的东西吗？怎么加一字的？我觉得那根如果上错颜色会出事哎、欸，它怎么是从那里伸出来？应该只要让他的头发动就好了吧？字要写，字要写，哦、好好应该是那一张吧？对对对对，哈，我不会写字，你不会写字，国小没毕业。如果你会唱歌，是最后一张哦。欸、会写字？他前一张都没有字啊，我想说那张图的精华不是那个地方，自认为。而且这个右 battle 也没有 battle 啊，他到最后还是没有 battle 吗？他到最后没有那个最后，可是剩一张哎，所以可能会闪掉。那可能没有 battle 精华，就给他闪了，就让他就给他闪啊，就给他闪，对，让他闪掉。我不要写字了，看我字很丑哎。啊，还要写字哦，应该是我吧，五个字吗？哦，不止哦，很多、哦、哇，谁你大悲咒下去哦好坏哦，你很勇嘛，我画得好像光头哥哥哦，对不起。啊，哎，是猫猫来了！哎呦，有回去哎、欸！刚怎么轮到我的手嘴巴还是闭的？我想要微张一下好了。耶、yeah, ，可爱！有哎、欸，有哎、欸！干嘛啦？太突兀了啦！出现另外一个东西了，另外一个了。什么？他这样应该回放。哎，它回放是这个哪一个？这一个气到咪咪冒毛，咪咪冒毛，好好有梗哦！原来它是狗，它是狗，柴犬打那个打柴犬，打柴犬。我最后那根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害我很害怕。痛！就这身的位置，我真的觉得太微妙、哦，好痛，好痛！好可爱哦、你哇，灰色色有，好可怜哦！是切蛋糕吗？是切蛋糕吗？应该要暂停。太微妙，好痛、哦！好棒哦！我都准一下，还有力道。有battle，他、啊、不是手张开吗？我没有搞错吧？有啊，我在违章了啊！对啊，那他张开嘛，那我没有搞错。我跑到另外一个梗去了。你看我没，你看我没有搞错，我 get 到，我 get 到。我跑到另外一边去了。有呗，有呗，好，要打去掉，怎么了？好，要打去练武士打是不是？我有穿 break dance 啊。太不行了吧？有点揪揪的感觉。
张哦，笑死！我就说想画成九九啊。左边那个人出现的也太突然了，太脏了。对啊，活该。笑死。抱歉。就是那个 QQ 好喝到那个吗？对对对对对。问题是哪？难怪会有字哦。对不起，难怪会有字。你知道你知道字之后变多多吗？我把头发吹起来而已。哇塞，你字也太好看了吧！你字好好看哦。哦，字好丑。不愧是有在写贴图。真的耶。在说什么？好像可以耶。成功哦。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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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真的念不出来那种有没有？我有你，好屌，成功了耶！你音懂，干！我真的放弃，我真的很烂，对不起。你的啤酒嘞？那阿伟说，阿伟手都没举下来过哎。我怕打的好不好？杰哥，我刚刚 get 到右回头。你在画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在你说的是右回头，难怪他们接受了别的两个人。难怪又插手，身材不错，蛮结实的。偷打，突然跳舞了，还偷打。哪一个三秒？好像还是要三秒。用心，颜色。笑死哎、欸！真的笑死，狼儿了，三只猫。哦，是这个哦，哦原来是这个啊！哦，原来是这只猫哦。哦，完全都歪的啦！奇怪，真是增加了。对，变成奇怪，真是是增加了。对，我以为是那个哎、欸。我也以为。那个要。表述到张嘴闭嘴太难了，变了异变了吧？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变这样子吗？我画到睡着了，你画睡着了，画睡着了啊！你竟然睡着，我们是不是不够刺激？这种有仓鼠啊，这样的话我们要一样画葫芦会不会比较刺激一点？就是那个很快的那个是不是，对，会让你醒来的那一种。你说只能看一眼的那个吗？对，哦，对对对，那有主题吗？你们要定主题吗？嗯，定个主题好了。要定个主题，我现在最怕就是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点。我们很没有共同性，很没有共同点。对。超屌的好入门。嗯。嗯，随便吧，就不要限主题吧，就不限吗？你先放。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画吗？什么都可以画。嗯，好。对啊，那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让我想想，让我看看。你画，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比游戏还刺激。嗯。什么新游戏比游戏还刺激？还可以找你等爸爸。哎。哈随时都可以来唱一段歌。啊，画什么呀？我大概能大概想到画什么。你们都 OK 了吗？啊，等一下。一样画葫芦。搞死下一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吗？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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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好了吗？罗斯还在吗？你睡着了吗？好了，好了，他睡，他睡，他睡了，没有，他睡了，笑死了，太粗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噔噔噔噔噔，我听不到你们。哦，我是看抖音才知道这首歌的。哦，真的假的？什么？他们都喜欢写小片段当插曲啊。嗯，对啊。这个可以画吗？嗯，只要不要画到会被编台都可以画。这个会被编吗？你说你上次被编几天那张图吗？不是啊，我还吃了。有被编过？他有编过啊。如果是平常画的东西，都是会被编的那一种。啊，我这个真的可以画吗？我画简单的，很难啊。我也不要画这个好了，重来，重来。怎么还有时间可以重来？可以重来。可以啊，我跑去画日历，画个简单的。一个最近日本很好的，这个东西可以画吗？我画一个最近很好的。啊，又是鱿鱼游戏了？不是不是不是鱿鱼游戏，鱿鱼游戏之前最近很好的。面包超人，太久了，太久了。面包超人最近很夯。维刚呀？有新的吗？维刚呀？哦，他不是也把头换掉吗？哦，原来如此。原来是那个面包超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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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到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完了，我还没开始画头发，死定了。看得出来，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抱抱王，不，那个卡丁车啊。也是哦。卡丁车是首歌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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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才是那个啊，抱抱王。哦，是是是，搞错了。这个的造型比之前那个造型还难画、欸，好害怕，好害怕收到你们的东西哦。啊，你这里应该都要感到很害怕。对，我是最不值得被害怕的那一个。啊，不一定吧？不见得吧？那如果真的要选的话，你最不想抽到谁的？你的、啊，你要他的。自己画一个最难的出来，笑死！哎，我觉得我的是啊，我真的可以画出吗、哦？还有螺丝的，螺丝我也不想抽到，螺丝的感觉超难。哇！哎，可是我画的蛮简单的，但是可是我一直记得深深曾经画了一个神剑闯江湖的那个坏人的那个超难画哎、欸，自制丸吗？还叫什么？已经没有办法，自制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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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办法再一次要求重来卡。我们时间还那么多、哦，早知道。现在只剩下简单的图的力气了。真的，年纪到了。真的。对啊。冬至汤圆吃太多了。哇。老很快。都是骗人的，小时候喝吃那么多，都没长大路。我还记得我幼稚园吃了23颗哦。真的有被骗到过吗？我幼稚园吃了23颗，说没长大，我就再也不想吃汤圆。好哭，都是骗人的，都是骗，就跟压岁钱一样，都是骗。把你存起来哦，都是骗的。还好我的记忆力很好，我拿了多少我都记得，还硬去咬吧。很记得，你记得，你记得，又来。哎、欸、呦，时间快到了啦！我拼错了，这个水饭不要加，我拼错了，拼错了，等等，计划边边，我拼错了，
哦，好想移动图层。我这个真的可以画吗？我会不会害别人害人被这边踩？反正凭印象画、啊，一瞬间马上按下、哦、完成。靠腰，还真有面包超人。看你你、啊，直接脏话。你是抽到我了吗？白金完蛋了啦！你知道什么话？哦哟哦哟，小螺丝的然而画的不错，应该是三个人的、啊啊，我画三个人，应该是我的报应的，三个人是我的，我要遭到报应了。又 battle 来，所以深深抽到我的，我画到面包超人的，没有那是我的啊，你画到面包。面包超人是我，哦、抽到我的吗？到底是谁抽的？应该不是你的吧？你会画狗吗？哦，狗是我画的，抱歉。蓝色的狗、欸，你抽了很多肌肉的狗、欸，哎，我现在抽到是应该是白金的吧？很多肌肉的狗，哦、对对对对，我是画很瘦弱的狗。我漏了是啊，所以是螺丝抽到我的，笑死哎、欸，三小，再努力的删去吧。哎、欸，这个狗我一直在画肌肉，画好爽啊！真相只有一个。噔噔噔噔噔噔，画完狗腿了啦，狗腿。哎哎，第一个是你那个人之后，说不定大家就不知道的画什么。我大概有画出来吧，大概。干、哦、对呢，时间好短哦。哎呦，忘记了。我要把那个地方画圆润一点，我要硬一点，那个地方。哇！我要画三个人哦，我画到壮壮狗了。完了，刚那个我刚刚肌肉画的好开心哦。等一下，这个人怎么画？怎么瞬间忘记了？赶快 Google 补救一下，来不及啦，来不及啦，时间一半了。哦啊，完了完了完了！我记得这个我们群组里面有，可是没时间看。我等下去看一下这是谁出的。等了等，来不及了。箱子掉了，扁我！哦哟，怎么又不看？我刚才在努力的进化它、欸，哎 ！Oh my god！ 我因为我还没进化，我现在只会画退化版本。还有修毛吗？我记得它是这个颜色。哎、欸，不对，它不是在这里。完了，要变艺术小子喽！来不及真完了完了完了，那见。哎、欸，哦，是什么？怎么会有香？怎么会有香蕉狗狗？大便。这样子吗？这角色长这样子吗？他身体长什么样子？你们这个是那个吗？哒哒哒哒哒哒。你要加什么料？不吃。哎，不及图层。我该把它看成中指哎。哇，这什么啊！天哪。哎、欸，那最后一张嘞、欸，好快、哦！我的手指，救命！如此快，哎、欸，好快！哇，哇，太精细了吧！杀人呐、啊！就你，你杀人了！我金手哎、欸，完了！两只眼睛都被盖住了。怎么自己展开领域了？怎么自己？这是比爱心吧？自个展开领域，变什么？是在火比人存？就是，这是真的。今天存好多图哦。我也是。
几乎都存。那我要露嘴一把。你看我在做吗？哒哒哒哒哒。你要加什么料？是那个、啊，不是了。哦，好棒哦，好简化，超 Q 的。我来不及投射啦。你看我画的，你看我画的。哎、欸，你跟白金的那两只好像哦！大家都 get 得到哎、欸，好棒哦，好猛！哎呦哎、欸，有哎、欸，这完全是比手速哎、欸欸！啊，我正在想果然是，哇塞，我怎么会有点？怎么会有点？放彩彩。变熊了，变熊了，怎么熊？变壮的福利熊，维尼变维尼了，回来了，回不去了，健身了，好猛哦，竟然可以回去耶！还好最一棒是你，旺财耶！我画的插足，你画的，为什么你的面包超人穿裙子啊？请看我画的，不要逼，好丑，怎么了？算了，红豆，你还有时间写红豆哎、欸，好猛。红豆占了一半的时间。噔噔噔！在后面变什么东西吗？原来如此，这太难了，笑死！哎、欸，好好厉害、哦欸，好猛哦！看不出来的，我看完全看不出来。在看什么？有人在安慰的尸体。大便了，真是！他的屁股的形状还在啊，为什么抽到那个？不行了，好累哦。原来哦，哦，太猛了吧！好可爱啊！什么？我后面把它不想快要变音速超小只了。原来它有蝴蝶结哦，嗯，真的。没了，没了，掉了。抱歉了、啊，我不知道了。多了一个脚。你至少知道还有脚。我知道，我就想说，我觉得他的形还算蛮完整，传下去的。我今天还在算，还在用他的亲密度而已，还没进化。对，这样进化要亲密度很麻烦。很麻烦，因为把它后面散布中。耶、yeah!。好哎、欸，这螺丝醒了，他醒了，他醒了，刚笑得很开心哎、欸，我快笑死了，真的，一样画葫芦。那、我要玩到什么时候吗？我没有问，两岁了、哦啊。哇，我们其实也实况了三个小时多哎、欸，可以啊，可以结束啊，下次再约哦，下次再把其他人都抓过来。嗯，为什么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我的手好酸哦。我的嘴巴好酸哦，我的喉咙笑到没有声音了，好笑，好笑。我明年再揪，嗯，今年要结束了，明年没问题，明年见，明年见。虎年主题，虎年主题，我觉得你出来的虎让我很害怕，对，感觉要画很多肌肉。我不要当你的下家，我绝对不要当你的下家。然后狼儿的虎大概又是另外一种恐怖，赤焰咆哮，赤焰咆哮虎，赤焰咆哮虎之类的，整个画面都是，因为两个虎都是胸部很大的那一种，但是不同大，不同方向，不同方向的大，哦，那就先到这啦，耶、yeah ，谢谢大家，辛苦啦， yeah、辛苦了，耶、yeah ，关台关台，好好。好啦，待会没有要加开，嘿，天气冷，早点休息。我在想要不要洗澡，我两天没洗澡了，身体好黏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那有再拖的话，我会把 GIF 丢在那个 GIF 的聊天频道，嘿。那要看的话，晚点再去看。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咯，拜拜。
很冷，你他妈的，你在14度的地方你洗澡洗给我看。不对，现在13度了。会洗啦，讲讲而已啊，不然常常觉得我臭怎么办？好啦，就这样啦，大家晚安，拜拜。两天没洗澡还好吧？很冷呢、欸，你想一下，很冷呢、欸。不是，你说苗栗很冷，但是你要想一下室内温度哦，是室内温度哦，13度哦。你知道你在室内温度13度的地方洗澡呢？只有13度的浴室，你洗得了澡？好啦，大家晚安咯，拜拜。那看一下有谁。带过去，麻子在那边偷开，脸谱身体没事哟嘞，好啦，是麻子的台，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拜拜。